那个美颜，稍微给我点开一点。一眼看到这个妆效的时候，感觉是。我们很多创新的东西，包括很多撞色、拼色，包括一些元素的拼接，我觉得打开了一个新的那个技能。咱低调，真是随便说的吗？那在哪儿能随便说？说啥就说啥都可以，好不好？花钱了。我们的裙子，你别看六七件吧，反正六七层，对，就它有非常多层次，所以说这样子的话，就有很多吊威亚的戏，然后吹风的戏，它就这个衣服吹起来就会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对，像苏苏的每一针每一线，还有它的头饰。看看，这都是非常细心的。对，你就这个角度吧，我看不到他很久了。你好，朋友，我是我。我有网上总结两个词，但是就是有粉开个美颜，稍微给我点开一点。3D 有三个模。